先。不是你先要。行。我玩他们家那边聊。那个刀子。这个东西，不要这样子，那个地方。哦哦哦。就先坐那。这是坐你这里。嗯。哦，你先把它弄好。你怕被割到的话，就是。不用，你就按照你，比如说，不要一下子切很深，因为你切是没错，慢慢削。但是老师十分钟就好了。嗯。这样子也能控制力道，对不对？还能控制这样。这顶刀子是这样。我做十分钟二十个。嗯，没有，是十分钟就好了。老师不是教的，是教主的。按着。这个力量，你对，就是这样。慢慢慢削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个力量很好控制，对不对？对。帮。就是这样，慢慢削。所以，因为你力道可以控制，慢慢削，不要一下子教太小。这就是教你削，教你怎么削。对呀。绑个结，这个很，这个很不好绑。嗯、你可以用现代的方法，用那个铁丝的，那个什么老虎钳啦、啊，对啊，用砂轮机，对啊，那个也快啊，对对对，那砂轮机也可以磨那个这个竹子啊，太现代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用那一招，可是也可以用这一招，我是这一招。你可以直接拿那个什么。铁管，对啊，烧一烧，对，烧成这个，烧成这个，然后到时候还要喷漆，喷漆来装，对啊，因为在现代化了，对，对啊，那上方面擦那个釉都是擦假的，以前我们那个弹弓有没有？到后来也是有人烧，哦，对，就是那个那个，因为那个很现在都有在卖啊，对啊，只有铁不会没有铜性，但是那个不好，那个架子就是那弹弓，那个会很滑。而且小小的，但我们是用木头这样去做，歪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好，你磨了以后好，我们不能再取了，先了。刀子不要这样的，这样子换了，太危险。你就明艳这样子拿，或者明艳这样子收，收在你身上，看人家。哦。因为你这样子。放来放去也不会怎么，你这样子都随时的杀的，看他等一下你转过来我就杀了你，不然怎么？我要看你这样子哪好危险？太危险了，收起来。哎，对，不，对，然后这样子走来走去。行。对，随时这样子，不然就抓刀。抓习惯。对，那你这样子抓。他走过来，一个手过去，就流血。对，这样怎么我这样流血？对，你看他这样，你是不是这样子？他削你，是不是这样？过来。对，他力道比较控，可以控制。他角度，刀的角度，很容易。那个刀，角度越小的话比较，越刀角度越小的话。切割的话，这个面积比较，这个是，所以说经验累积，很会的话就那个力学那些都很厉害。我们原住民啊，上力学还有物理啊，那都。这是打什么结？我结。对，就是打我结。我结。你这个徒弟很厉害呢，学你受伤，然后呢，真的你传授到，有真的。他连那个受伤也要学，对，这样才透彻。这是活结吗？这个也是吗？对，都活结。我也会打活结。等一下你示范我看一下，要验收一点。对，等一下拍一个活结的。
还有调整解，调整解这两个圈圈还要相反，对不对？老师在计时呢。学这个传统，传统那个什么手工艺，这个最快，老师教很会教。嗯。这个是成品，你看一。这个也是活结吗？这个是死结。死结。对，死结。主要是扣住它这边，这个就是只是扣住那个、那个吗？竹子的那个吗？根线，是固定那个线，固定。根线不要乱跑，按照它那个方向上去。我就是在这里受伤的。大声一点。我就是在这里受伤。我就是在这里受伤的。这卡线。那影片上传，然后用加速，人家就看不懂。你就是让人看懂还是不是看懂？这不是要看懂来的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然后再给他加那个。这火也是火。倒转。影片倒转再正常。活结套。只有你会了，别人不会了。那就不用碰上去。你只是刚想。然后改天要看这片，给它截下来，然后再反转，再反转就正常。哦，这是先预备做的。对对对。哦、是超明的，就是用就折断，用就折断。我还以为这是要挂在墙上的呢。哎。你就是在这里受伤的，好的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说好几遍。哇，老师做好快啊，测试哦，好了呢，好了，你看哦，十分钟做一个阿娘啊，谁要当娘，九分钟算九分半，十分钟老师就做完一个哦，你们家一定很丰富，很多肉了可以吃哦，真的不然做的话我们不要厉害了，对
带我的儿子去。哇，对对，这才好传承。传下去，真正传下去。哇，他要收信。那他会讲说去便利商店比较快。OK， 不行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我们的本能已经不见了。对啊。然后太荒废。对。